现在说说劈拳，开始讲五行拳了，从劈拳开始说。你就坐在这儿吧，没关系，咱们还是用上半身啊。这个劈拳的拳劲儿，人都说这有时候斧子劲儿是吧？往下劈是斩劲儿，锤子劲儿是砸劲儿，菜刀劲儿是剁劲儿，都不对。还有说是撕扯劲儿，是吧？劈拳撕扯皮是撕扯劲儿。还有的说，这个劈拳撕这个斩竹，是劈竹子，这是劈的劲儿。那到底是哪个劈劲儿啊？那说明白了，说实话，最简单，从竹子劲儿开始说，这应该是这个劈拳拳劲儿啊。把这刚才说这几种劲儿都包含了，什么叫都包含了？一个大粗竹子，是这么粗。你说让你拿手，假装是个刀啊，这感觉是个刀，一刀把竹子劈到底，一米多长的这么粗竹子能劈到底吗？劈不到。这个劈不是这个劈的意思，是什么劈的意思？是拿刀啊，把竹子上砍个口，啊，有了劲儿。俩手抓住了，慢慢扯能劈开吗？也把它分不开。靠两膀子较劲儿，俩手较劲儿能开吗？它也开不了。它要你全身贯通发力，两膀，肩与胯合，肘与膝合，手与脚合，同时发力，把这个竹子劈开。这是劈拳的劈劲儿。所以说劈拳四扯皮也是对的，皮子有韧性，它不是布，要想把这个湿皮子给它撕开扯开，那就是什么，还是一个猛劲爆发力，光靠胳膊是不行的，还得靠全身。这是劈拳的成就，先翻后劈，两肘相合，翻劲儿的时候啊，先钻后翻，翻劲的时候这两手开始较劲，两手开始较劲蓄上力，两肩争劲儿，两肩一前一后争劲儿，与这个胯的劲儿合到一块儿，这是劈拳的成劲啊。那么我站起来做一遍，三体式开始，哎，站好了是吧？做这个拳就是先钻后翻，翻的时候，这是劈拳啊。那么现在说崩拳，崩拳的拳劲是向哪儿呢？崩拳的拳劲说白了，它是向前的，崩拳是向前的，是向前顶的这个劲。拿胳膊，我看到很多视频很多照片，我都骂，就说把老祖宗东西败坏了。李世公李若能传来东西传了这么多代的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一是练得不得好，二是他们师傅传的东西。崩拳的拳劲怎么出来？是靠后丹田向后拉，把背上这张弓拉满啊，蓄上力以后，像从哪儿翻？手钻到丹田下丹田气海穴，翻劲儿的时候，肘也要到气海，这叫翻钻。这个钻的时候，手过肘过，肘过，肘到气海的时候怎么办？就开始整劲儿的全身发力，肘过气海。怎么办？身体向前走，虚灵顶劲，头的方向也是向前的。这是崩拳，把背上这根弓拉满了，前面这个丹田向前发力，这是一个火药膛子，这就是炮弹。身体就是弓，手就是箭，身子弓，手是箭，射出去。这是崩拳，是吧？这是崩拳，是吧？崩拳。那说横拳啊，起为钻啊，
孙为恒之始，孙为恒之始，恒为顺之中，顺为恒之中，啊，一个手孙，一个手恒，钻到哪儿？还是钻到气海穴下丹田的时候，横拳出去的时候是什么劲儿？是旋拧劲儿，丹田旋拧，肩与胯骨同时发力，手是向前打的，手是向前发力的，腰是向一边发力的，那同时呢，腰就改变了向前的方向，打出一个半弧。这是横拳的拳劲，方为横之中，打出翻劲儿来以后，肘夹紧了，自然是个整劲儿，就像拿身体靠出去一样。比如说，就说这个枪拳嘛，说形意拳是枪拳，那怎么个枪拳法？这个横拳就要打出这个枪的横劲儿来。啊，拿拳打看不出来，拿枪试试。把手攥实了，钻过去打横拳的时候，肘不夹紧，夹不紧枪；把枪夹紧了，拿身体抗不就是砰，不就挑出去了，拨出去了。这是横拳的拳劲啊。那钻拳的拳劲呢？什么叫钻拳啊？钻拳的要领，前面都一样。钻拳一句话，拳从口出，好像从嘴里边把拳都吐出去的一样，别人看不见，打谁谁不知道怎么来的。这是钻拳，隐蔽性好，钻过丹田，过檀中，到哪儿啊？到天突，啊，到天突，到承浆穴的时候，直接从哪儿发力？丹下丹田气海穴与上丹田檀中穴与背后拉满的这一关宫同时发力，头顶虚灵顶劲向前走，这是钻拳，看到没？钻上来，这是钻拳，拳从口出是这么来的。拳是从口出的，那肘呢？肘也得过这几个丹田，肘也得从嘴里边吐出来，这是钻拳的打法啊。起为打，落为顺，这个手一定要顺，踩住了，捋住了，挂住啊，往一边顺，往里侧顺啊，打开对手的一只手，顺开了，哼啊，这是钻拳。那套拳，嗯，刚才说了几个了？四个了吧？啊，炮拳，炮拳是什么？炮拳啊，不像大伙说的是大炮打炮弹的炮，不对。炮拳的炮是炮上的炮，是惊炸力。怎么个惊炸力法？炮着拿纸包着，点着了，啪，爆开，砰，爆开。膀子，合着的膀子，哼，炸开了，两手合着护圆了，啊，砰，爆开了。那怎么打出这个？慢慢来的话，啊，还是钻至檀中穴，翻，打出去的时候，这不是钻拳，像不像？像钻拳。钻拳和炮拳什么关系？炮拳就是钻拳的变形，钻的时候两膀的惊炸发力就是，这是炮拳，全部拉开，哎，全炸开了，这个手还是顺，往一边顺手，这个手身似弓，手似箭，啊，手与脚和脚这个肘与膝和肩与胯和两掌的炸开，啊吧，这是炮拳。那还有一个关系，就是什么关系？绷拳与横拳的关系。绷拳是向前的，那横拳是向旁边的，
那刚才说到了，炮拳是钻拳的变形，那么横拳就是绷拳的变形。绷拳向前，丹田发力向前的时候，加一个旋拧劲儿，肩与胯骨加一个旋拧劲儿，就是横拳。啊，这就是五行拳的东西。啊，简单了。那么，劈拳与钻拳的关系，钻拳是向上打，劈拳是向下压，前面都一样。说白了，钻拳和劈拳的关系就是劈拳是钻拳的变形，或者钻拳是劈拳的变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形打出来的时候，哎，都是钻，都起手都一样，钻到哪儿出来不一样。从下丹田出来啊，从上丹田出来，从中丹田出来啊，从哪儿出来，对吧？从哪儿出来都行。从哪出来都行，只要手型一变化，身体的发力方式一变化，就能变出另外一种拳法。看的是钻拳打出去的，哎，一变形成劈拳了；看的是炮拳打出去的，哎，看的是炮拳打出去的，一变成哈子成劈拳，对吧？都是一样，高处一样能打劈拳的劲儿，那下边呢，一样能打出什么？一样能打出横拳的劲儿。这个不是横拳吗？一样的。拳劲儿是拳劲儿，和拳形不一样。你从拳形练出拳劲儿来，那你从任何拳形都能打出这个拳劲儿。那你说双起双落就不是劈拳了，非得一起一落吗？对不对？活学活用，是吧？那你说，哼，这是什么拳？这还是横。发力方式，横拳发力方式，它就叫横拳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连绷，左右手的绷，只要是把后背拉张弓拉满了，用丹田顶出去的，它就叫横拳。加上旋拧就是横拳，对吧？这就是五行拳，啊，是吧？